您好，我是经理人 AI 主播何立维，感谢您收看每日听管理新闻播报。今天带您重点关注的第一则新闻：劳保局宣布，二零二四年六月政府将发放多项补贴及给付，其中包括国民年金保险丧葬给付、遗属年金、老年年金、身心障碍年金、老农津贴、农民月退休除金、生育给付、劳保年金、职保年金、劳退月退休金。 产检假与陪产检及陪产假薪资补助、国保身心障碍年金、老年基本保证年金、原住民给付等，共计十四项、十八笔补贴及给付。劳保年金将于六月二十七日发放，是最多人领取的款项，共有一百八十一万人受惠。其他给付入账日期则分别在六日、十三日、十四日、二十日、二十五日与二十八日。 提醒申请人确认账户资料，以免错过领取补贴及给付的机会。第二则新闻，辉达黄仁勋宣布将在台湾招募一千名工程师，并设立大型设计中心，显示对台湾科技实力的高度认可。黄仁勋称赞台积电是世界上最不可思议的半导体制造厂，并表示世界需要一个 AI 制造厂。他强调，辉达的成功离不开台湾合作伙伴的支持。 特别是在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今天，黄仁勋特别喜欢乐观、乐于与人合作、勇于做出改变和对工作投入的人才。他鼓励学生专注于数学、电脑等基础学科，同时培养合作精神和乐观的态度。第三则新闻：常见的街头推销员都懂得利用心理手法让人难以拒绝推销。推销员会先询问路人是否可以帮忙填问卷。 然后以优惠价格和特殊待遇诱使对方成为会员。接着，推销员会要求更多时间，例如喝茶并解释详情。一旦答应了第一个要求，很难拒绝下一个。这是因为推销员利用登门槛效应，先提出对方不会拒绝的小要求，然后逐渐增加要求的难度。人们在完成小委托后，更容易答应大请求。 这种心理机制也被称为得寸进尺效应。第四则新闻，领导专家提醒，在指导部署改善缺点时，首先要肯定和运用他们的强项，然后才能找出需要改善的具体事项。有时候，主管很难找到改善的空间，这可能是因为部署的强项背后隐藏着一些弱点。要确定改善的方向，需要面对现实，接受真相。 问题也可能是能力或态度的问题，需要分辨并采取相应的行动。在找出改善空间时，要排除偶发失误，找出行为模式。最后，主管可以咨询知情的局外人，组成一个个人指导团，他们可以提供客观的意见和经验，帮助找到改善的方向。感谢您的收听。经理人也推出了全台第一个对话式 AI 职场教练 AI Coach 上线不到两个月。 以协助全台上千位经理人解决管理痛点、职场大小疑问，期待您至经理人网站免费加入会员，无限提问。也诚挚推荐您订阅经理人电子报，我们会将每日播报的文章寄送到您的信箱。再次感谢您，祝您有个美好的一天。